你说不说？我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呀？挑你知道的说。我知道的已经告诉你了，我叫什么？我家住哪？我多大了？我刚才没跟你说吗？你给我耍头呢是吗？啊！不敢，警官，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什么意思啊？你上面有个哥哥，你母亲右腿残疾，腰间盘突出，把你们哥俩带大不容易啊。你母亲今年74岁了。 他一直以为你大学毕业在平安市找了一份好工作，每年过年回去你跟他也是这么说的。可事实呢？你在平安市都做了什么勾当？你敢让你母亲知道吗？别跟我妈说，她有高血压。你放心，我们还没有通知家属。我是想看看你的配合度，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师傅，您刚那招真是太厉害了，您怎么一下就逮住了你小子的七寸呢？小潘啊，不是你声音大，犯罪嫌疑人就能老实交代，尤其是这种老油条，在审讯中一定要盯住对方的眼睛，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他们的薄弱环节。咱们预审员啊，在审讯中一定要控住场，在生活中也一样，懂吗？懂了。 师傅，您这一路飞车可真够厉害的。应该是这家，给林楠发消息，说我们到了。好。 屋里坐，屋里坐啊！哎，哎，你儿子是叫付鑫吧？是，是叫付鑫。我儿子啊，在平安市里是个领导。哦，他呀，还是我们这个村第一个大学生呢。我儿子有出息，还孝顺，经常回来看我，给我带好吃的呢。你们家院子挺大呀。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啊！好。 坐坐，来，我给你们倒水。哎，大妈，你别忙活了，我们坐会儿就走。哦，你们从乡里过来，听口音可不是本地人吧？啊，哈哈，你儿子做什么工作的？我儿子有出息，在平安市的银行里工作。哦，那他怎么不把您接到市里住啊？哟，我住不惯呀。 那城里住着憋得慌，还是咱这乡下的老屋住着舒坦。是，你儿子平时回来看你吗？经常回来，这不前天还来看我呢，到家天都黑了，还给我送了点钱呢。<笑>专程回来看你？专程从平安来看我的。那儿媳妇跟孩子一块来吗？儿媳妇工作忙，还要照顾孩子，我不让她来。 由我儿子回来看我就行了。儿子挺孝顺啊，孝顺着呢。每个月都回来看你。<笑>
每个月都回来。每个月孝敬你多少钱啊？哟，那可说不准，也有几千块吧。我又不缺钱花，他们花销大，我都给他们攒着呢。哎呦，那没事，自己倒，自己倒啊。大妈，哎，你还喜欢养猪啊？在这院子里盖个猪圈。哎呦，我哪养得了呀？你看我这眼神也不好，伺弄不了这猪。可是儿子他不让卖呀。这不，前些日子啊，他从城里来，还带了几个朋友一起把这猪圈给翻修了呢，整整忙活了两天呢。什么时候的事儿？哎呦，这我可记不清了，大概得有个两三个月了吧。还是不说是吧？你不要以为你不说就可以没事啊。父亲，你这什么态度？小林，快到点儿了。掐着点呢，还有十五分钟。我们不掌握充分的证据，不会把你请来的。亲你啊，妈，我能看清你，他们有没有为难你啊？你说谁？乡里来的同志吗？他们怎么会为难我呢？他们还帮我干活呢，把那猪圈都给打扫了。父亲，我们没跟你妈说实情，怕老人家受不了。但这事儿你得给我解释解释。可会藏的呀，这么多钱，是你孝敬你妈的吗？啊？警官，这事跟我妈没关系，她什么都不知道。喷子。下面事交给你了。嗯，父亲，老人家眼睛不好，你正是利用了他这一点，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干这种勾当，你对得起你妈吗？看这钱，怎么的也有小一千万吧。爸爸，父亲呀，你真不是个东西。自己在城里过的小日子，
你这是把老娘一个人扔到农村，就是为了给你看钱？不是的，不是的，什么不是的？你不是还打算去泰国跟你老婆团聚呢吗？这一时半会儿也没打算回来吧？怎么，老娘就不管了？ 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父亲走得早，老娘一手把你拉扯大，就靠着给别人做针线活供你上了大学，他眼睛就是这么坏的吧？可你呢？你现在有出息了，富行堂，有老婆有孩子，还包二奶，养私生子，啊？ 唯独把老娘扔下，你说你算个什么男人？你不是死鱼不张嘴吗？这回也不用你交代了。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啊，就你这态度，等着把牢底坐穿吧。就可怜你老娘啊，70多岁快80岁的人了，这剩下的日子，哎。 警官，我说，我全说。现在想说了，早干嘛了？我不光交代自己，我还要检举揭发。揭发谁啊？说吧。刚开始，我也觉得心慌。 崔师傅，赶紧打报告，找郭局前刑拘令。你就放在你的面前，而且都是现金，我就没有控制住自己。看来你的副行长今天是走不了了。哎，怎么走了？哎，不是说要见我们队长吗？啊？哎，这律师。 忒不负责任了，这小子就是个跑腿的，一看要刑拘，赶紧回去报信儿去了。怎么了？发生了？我还想着能一直瞒着老人家，这下倒好，又是清点又是盘查的。 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知道儿子犯了这么重的罪，哪受得了啊？人性化执法是没错，可以让依据合法的程序，明白吗？就那个瞎眼老太太家，他儿子在城里银行当行长的，听说贪了不少钱。对了，师傅，您怎么知道那钱藏在猪圈里的呀？你得学会观察和听。老太太这院子和房子盖得不错吧？ 中间留块小地方，种种菜。这么好的房子，你说谁会把猪圈盖在院子当中啊？不臭啊！那老太太说，她眼睛不好，根本就刺弄不了猪。可儿子偏不让卖，前些日子还带人回来翻修猪圈，你不奇怪。开车。啊。怎么样，齐队？这效率比您这7小时稍微高点啊。 我要是手里也有他们这帮三叉戟，这案子我还能提前几个小时。那正好饭点了，那二楼食堂我请。我就不去了，我又不是你们专案组的。别呀，齐队，您要不去多见外啊。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回家报孙子。<笑>慢走，齐队。哎，您对。哎，啊对。 以后跟人齐队啊，说话客气点儿。怎么了？他不是还甩包袱让你顶雷呢吗？
你这人呢，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嘿，你说谁是小人呢？这话不是你说的吗？姑娘，你是？我找人。找人？找谁啊？彪子在吗？程彪。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朋友。朋友？朋友，你不应该在这儿呢，你应该去派出所找他去。派出所？彪子被抓起来了，你不知道？怎么可能？为什么呀？拉皮条呗！你骗人，怎么可能？哎呦，我说姑娘啊，我骗你干嘛呀？前两天警察还来这儿打听情况呢，我啊亲耳听见的。你要真不信，去派出所去问问去啊。能不能别像盯着犯罪嫌疑人一样盯着人家小姑娘，都把人给盯毛了。不是，我在想啊，董虎这种人怎么能生出这么秀气的闺女？真是他的闺女吗？这说什么呢？那董虎又不是傻子，还能替别人看闺女啊？呵。又犯了，这两天累着了，来这儿。啊，这儿。使点劲儿。啊，使点劲儿。花姐，我来吧。啊，你会啊？哦，我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在中医按摩馆打过工，所以我会一些专业手法。来来来，不用不用不用，我休息两天就能好。哎呦。你真有劲儿哎！这里是肩颈穴，我再给你按按天中穴吧。呵，哎呦，行，真行！哎呀，行了，那个不用了啊。哎，别别别别呀，小雪啊，好好按，好好给他按。好嘞，省得他老说我没劲儿。说你，哎呦，真行！你看着你瘦，这手还真有劲儿哎。叔叔。你肩膀以前受过伤吧？啊，十几年前的事儿。叔叔，您是警察吧？是啊，怎么了？我有个事儿想问你。说。拘留算是坐牢吗？两回事儿，坐牢那是给判了，关监狱；拘留啊，分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和司法拘留。性质不一样。那治安拘留呢？那属于行政拘留，关在拘留所。你有朋友给拘了？那个得关多少天啊？治安拘留最多15天。他犯什么事儿？你说的不会是彪子吧？彪子跟董虎那彪子。小雪，你爸不是嘱咐过你吗？不让你跟他来往。姑娘，这事儿你得听你爸的。彪子，那可不是省油的灯。你知道他为什么被抓吗？我去派出所问过了。所以呀，这种人你得离他远点。可是彪子哥他不会干那种事儿的。我了解他，他人真的挺好的。你知道什么呀？我亲手啊，我亲手抓过多少犯罪分子啊？他们什么样，我太明白了呀。再说了，他跟董虎混，他。那叔叔您起来吧。
起来一下，我帮您压压惊。你像这样，双手抱头。对。哎，行。怎么样？哎，行。是专业的抻筋手法，治肩周炎的。啊。哎，真行。叔叔，董虎他到底是干嘛的呀？他是你爹，他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啊，那您把手搭我肩上吧。这样给您压压。这样。嗯。哎，行，这松快好多。啊？那你再想想办法呀！这笔账都拖了一个多月了，这个星期啊。必须给我要回来，啊！就这么着。你呀，就离那些人远点，就在你花姐这儿待着最踏实，啊！哎，大棍子啊，嘛呢？给我撒开！怎么着？耍混蛋是吧？松开！哎呀，老虎，你干什么呀？抽什么风啊？不是，他是干什么呢？棍子，我告诉你，有事儿你冲我，别冲我闺女。你这说什么呢？棍子肩膀不舒服，小雪正好学过按摩，给她捏捏。你干嘛呢？这是专业手法，是我要给徐叔叔按摩的。嗯，行。叔叔，咱们还没按完呢，哎，再给你捏捏吧。谢谢小雪，你看，手能抬起来了。你瞧你爹，这要吃人啊！老虎，棍子肩膀上这伤是怎么落下的？你是不是给忘了？哎，这孩子在这儿呢，说这干什么？我今天就是当着小雪，让小雪也知道知道。当初要不是你，一铲子下去伤筋动骨，他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成，棍儿哥，今儿这事儿我就对不住了啊，跟我回去，先别走。怎么着，还没完了？有几句话跟你交代一下。车上等我。正好我有两句话跟小雪说。说吧，什么事儿？你手底下那个叫常彪的，前两天让我逮个正着，他现在跟一伙网络招嫖的人掺和在一块儿，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彪子早就让我开了。行，老虎，你干事儿是心里有底的，但是你的手下得好好管教，免得有一天啊，连你一块儿栽进去。哎，我也不瞒着你了，这半年我换了三拨人，这帮小崽子我也头疼。我手底下那帮老兄弟沈荣、铁锹，你也知道，他们都懂我规矩。现在这帮年轻小孩一个个冲着呢，时代不一样了。你甭管什么时代，年轻人都一样。你年轻那会儿不是天天上街耍混蛋啊？哎，什么叫成熟啊？嗯，成熟就是知道会认怂。你得好好教教他们。棍子，我看你还跟年轻时候一个样啊，没变。哎，什么时候你也认个怂？那你是看不到了。好嘞。全公司，你是第一个被董事长召见的，可见他对你有多重视。
董事长为什么突然要见我呀？他见你肯定是想聊一聊你这创业项目的事儿吧？一会儿进去好好发挥啊。嗯，就这儿。别动。哦，我来。别紧张，放松点。走。嗯。大家好，我是三号选手夏静怡，今年25岁。董事长，夏静怡来了。警察家庭，我的父亲。哟，董事长好。嗯，好。他教会了我。小夏，夏静怡是吧？哼，正看你的节目呢。您见笑了。还没吃饭吧？要不要一起吃啊？我吃过了，董事长。啊，坐坐坐坐，别拘束。赵凯跟我介绍过你了。啊，坐坐坐。所以今天。哎呀，好好好，哎呀，来咱们公司已经2个月了。对，一直在海外金融部做销售。我知道，业绩还相当不错啊，人才呀。什么叫人才呀？就是你放到任何一个岗位上都能做出让别人难以比肩的成绩，这就是人才，是不是？我相信让你去做保洁，你也一定比别人做得优秀，是不是啊？嗯，哦，我这就是举个例子，我不会真的让你去做保洁。哎呀，好，咱们言归正传吧。你的那个众筹创业的想法我都看过了。嗯，这么说吧，如果我来投资启动这个项目，你有没有兴趣啊？我当然有兴趣，我觉得这是拓展互联网金融的一个新渠道。谢谢董事长。先不要谢，对你嘛还要有一个考核呀。啊，嗯，考核。哎，这里面装的嘛，一份呢就是你提出的众筹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如果开启的话呢就由你来负责运营啊。另一份呢是公司要辞退你的通知信。怕不怕呀？选一个。嗯。这是个游戏，当然这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你真的抽到了辞退信，那对不起，我还真得把你辞掉。你离开公司并且承诺呢，你的那个众筹投资项目由我来继续开放，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嗯，当然你还可以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呢这两个你都不选，继续维持现状，仍然在现在你的海外金融部做销售。来吧，告诉我你的选择。
我们董事长是协议。哎呀，宁可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也要为自己争取机会。果然呐，我没有看错人，好有赌性啊！嗯，小赵。 怎么？既然是协议嘛，那当然是要一式两分了。金爷，董事长在试探你，他给你兜着底呢，啊？可是，在商场上，就没人给你兜底了。不过你敢赌，那就是有了赢的机会。不错，祝贺你。 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启动新项目的资金还是有点缺口啊。公司在外面应该收回来的那几笔账款，怎么样了？在落实了，说是这周就能给消息。你找的这是哪儿的团队呀？ 办事效率可是不太高。我找的是平安市最好的团队了，很有经验，地多熟，人脉广。可我要的是结果。怎么的？不行，我就让几个年轻人来试试吧。董事长，你相信我，再过几天时间，我一定搞定。下去吧。 哥，哎，哎呀，赵总，别说话，看线。好，行吧，行，就这么推。 哎哎哎哎，漂亮，还行这性啊！哎呀，好兴致啊！啊，虎哥，哎，别聊没用的，我钱呢？啊，是这样，你呢？再容我几天啊！这次这块骨头有点难啃，<笑>我容你几天？啊，我容你可以啊。 我知道，兄弟，你是一个仗义人，这样，你这次再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多给你加两个点的饭点。哟，谢谢你啊，这回我不要饭点。这样吧，最多我再给你三天时间，行吗？啊，哈哈哈哈，兄弟啊，你是不知道。 这次呢，我们是什么办法都给使尽了，这小子软硬不吃啊！我就不信了，你就没有别的好招了？你别老是拿什么假戏由去吓唬人，当人家里赖着不走，这都过时了。你是谁啊？啊，虎哥，大名鼎鼎的虎哥呀！我就不信你没点什么高端的招啊！啊？嗨，你看我都这年龄了，是吧？ 早就过了这个为了赚钱什么都不顾的这个岁数了，你说这回头再折进去蹲几年班房，他犯不上吧？对，是犯不上。都这把岁数了，退休吧。啊，把位置让出来，多少年轻人还等着上位呢。啊，对了，我们董事长表态了，让我换掉你。
可我念在旧情呢，生把你保下来了。也就是说，这回这事儿再办砸了，将来的合作就别想了。三天时间，我等你消息啊，虎哥。师傅，哎，小吕，你帮我找一个啊，叫新梦想的账号。新案子？成天案子案子的，私事儿。给您看看啊，然后您点这儿输入搜索就行了。师傅，您怎么还看这个呀？给那么多干嘛？大家先停一下啊，全体都有了。下午3点，大会议室集合。刘局和郭局啊也来参加，大家把制服都穿上啊。好，哎。潘师傅呢？请假去医院了。怎么又去医院了？赶紧把他叫过来。开什么会啊？还惊动两位大领导。哎，还要穿制服。我们欢迎刘局给大家讲话。首先，我要向大家表示祝贺，专案组在短短24小时之内就成功侦破了平商银行南区分行原副行长付鑫涉嫌洗钱一案，并由此牵出贪腐大案，成绩显著啊。其次呢，什么贪腐大案？我要向专案组和支队的同志们，北洋军业梁副市长前两天刚被双规，付鑫为了立功交代的线索。排查工作，这付鑫就是梁建业的白手套，社会影响也很大，大家呢也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从结果来看，成绩也是非常显著的。为了表彰先进，激励斗志，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奖励条例的有关规定，特命令给112专案组即集体二队工潘江海同志，在本案侦破过程中表现突出，即个人二队工。潘江海呢？郭局，潘师傅请假去医院了。一线的同志们辛苦了，喷子这回踏空了，得后悔一辈子。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我想以汉朝班固在《汉书·刑法治理》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发言：法令者，所以易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郑律师说的是太好了，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本期的判案说法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同时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郑光明律师和潘江海警官，同时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大家先休息5分钟啊，我们马上开始下半场的录制。师哥，走，歇会儿去。哎，老郑。嗯。那个。上回不是给我安排的去张总公司做法律顾问吗？怎么样了？你别光打雷不下雨啊，我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真不想穿这身警服了？这身警服给我带来什么了？一干就是这么多年。说句老实话，哟，哎，对不起啊。嚯，30多个未接来电，炸了庙了，这是怎么了？哟，嘿，老郑，我先走了，局里有事儿啊。哎，老潘，录着节目呢。这次获得这个荣誉，首先要感谢领导的支持跟同事的帮助，当然也离不开我个人的努力。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我会戒骄戒躁，不断进步，强要求自己，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永远要尽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报告，进来。穿过黑暗，守一